我的个天，你他钻桶了，这边落半截，你有看到吗？剑还在身上，你是被一支剑贯穿了。剑还在那边。好了，绝对在下炮，不行，我把这个圆都改围了去。声音小点哈，那个猫紧得很，我就自己走过来。不，都是那个。前面给他绊的，拿那个炸弹来绊的。他没动。估计这方面他不是有跳的呢？他会一点用。我觉得他万事在中间部。喂，教练，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，配合得好。先去还操完，哦，拿笼子，不能搬，不动，就你，干的嘛，干的。哎呦，早上相机跑，刚才相机跑掉了。哦，对穿的。我看呀、还有没有里面？这边，你都没有了，姐，已经掉了。我靠，这么长。对。下来过，哎，好疯的呀，这个狗子，拖人都拖得穿，气象也是这种拖。放在那枪管里面，气压一打，这是不是专门抓猫的人的？对穿了的吗？哇，你想这个好长。这个轻轻一戳就上去了。第二天我一看了，我的妈呀，怎么那地方有个东西？它抓痛了，这边落半截，你看到吗？它这个接不接？我的妈哟，怪不是我落不动了，这个挂着了，这哪能落动呢？就是啊。看看。我的个天啊，你残不残忍、那你们怎么咋的？你这我的发现是小孩搞的，不是学生。不，小孩哪会哪搞得进去？哎，我的个天啊，那天我拿这个还没拿出来。可能就是你那天一拉，给他拉松了。哦，那个志愿者来待，就到今天，可能就算将近有一个星期了。我们每天四点钟来，那你来了他。哎呦，心里就是挺难受的，看到他心里。咪咪。哦，给你求助了，我这今天把猫天天，就我最疼的，就是从心里边有点偏爱它，你就知道，我每天都给它几口肉吃，你就知道。我请你们吃饭。不用，你如果想特别那个的话，就给我们点个关注就可以了。行，我转1000块钱了。不，没事的，我给你转1000块钱，给猫咪了。有什么需要的，马建聪。对，这个送你一个徽章，这个是我们老红娘的纪念章，不用赚钱。不用，搁抖音，搁抖音里边见过他们，但是我没想到我今天能真正的见到他们。他在这里猫上四川，他叫胖臭。我们一打开门，闻到这个狗狗就胖臭。我们出来带了一个医生，就收老红娘就可以了。我就能看到他了，是吧？对，好，谢谢。你们走了，我还在这里呀。相机，对，相机好多钱。我买的啊，猫找到你了，我找到你了，猫找到了一个找你。喵，咪啊！哎，不行！哎呀，不行！哎呦，哇，给我抓个洞，不怕的，猫抓了。喵，咪。可以了，处理好了。好了吧，好了，就是给它从上面上就行了。